前才用十分钟，所以我应该会多过十分钟。Thank you.
想一想，为自己想一想，想一想，为自己想一想。我以前在你们这么年轻。
的时候，每天都活得好痛苦。对呀、啊。No.
到吝啬人的掌声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个鹿凯族的年轻人，穿着他的传统服短裙，从鹿台，就是我们台湾南部现在的屏东县的鹿台乡，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年轻人，为我们带来两首他的创作，请不要吝啬人的掌声。各位都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然后跟着我们的，虽然不同族群，但是都是我对我来讲生命中很重要的两个长辈，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我第一首歌曲。这里很多年轻人，不知道你们几岁开始之后帮自己做决定，说你可以做什么，你可以做什么。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首歌，好，叫做。他讲话你们懂吗？他讲很快，对不对？有点太快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这首歌叫做《杀了我吧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不怪爸爸妈妈当初带我下山读书。
个老师。我不会巴巴罗拉当初带我傻傻读书，因为我们不会工作，不会读书，如今只能当做一个职业军人。但是这个过程，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。但是这个过程，我们也过多了很多感情。在这个过程，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是个孩子。
你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，台北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。